要入标买一手楼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，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、回赠和优惠，先好出价。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，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。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。